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前面快就会展，二号响中间嘅，埋面万事有内栏，南心中华威威，最出咧就同满满抢啦，殿后嘅马匹咧有呢只魅力一丁同埋威望嚟噶。好啦，转紧弯中间啊，前面放嘅马咧就系呢只同满满嚟嘅，接嚟咗后边嘅对手有两三个马位噶咯。第二位嘅马咧就会展二号啊，埋面啊中华威威，第四位内栏咧粉红三，仲有幼儿之家，中间万事有啊，揈出去外边嘅马咧仲系只前途光明啊。好啦，最后二百零米啦，同满满。放顺咗抛嚟一个身位噶，后边嘛中华威威咧，友谊之街上紧嚟啊，埋边位置仲有只威武良驹，最后五十米都同满满接先，但系外边友谊之街冲势相当好，中间仲有中华威威，夜马系友谊之街啊，跑第二名中华威威，第三名埋边咧同满满临尾力弱上咗嚟嘅马系威武良驹啊，咁啊结果今晚头场嘅赛事友谊之街伟达先嚟一 win 啊，中华威威第二。第三就近啦，同满满就力弱噶啦，六三追上嚟，威武良驹啊！